Hola. Hola. Thank you. 今天第十天，出发，出发。已经度过十天了。不会，他们得不到的。真的，很远的，很远啊！我走快一点。你怎么今天没问题？他们可以今天到很远。今天到不了哦，今天啊，我觉得他到不了了。他以他的脚力这样撞不了。哦，你看到他走两斤。现在6:03，清晨。7:09，天快亮了。天快亮了是这样子的。早上现在这个时候，气温可能感觉应该是6-7度哈、哦，算是蛮冷的。哎，那因为冷，所以大家走的时候都戴口罩啊、哦，很正常。今天的第一个村庄，天气依然是好天气。7:30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村庄，格拉尼奥，来到村庄的第一个画面一定是钟楼，当地村庄天主教。长的钟楼，今天的第一道光，是564。好啊，太这个画面太形象了，这是我们的注解。我说，等一下超，你还我们剩了几公里？564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把音乐开了，开始音乐。转眼的村子哈，这个队友特别是让队友很形象的啊，这个朝圣画在他们的壁画上。I'm your first customer today, right?Yeah, okay. Good morning. Yeah, American. Is it American? Yes. Okay. No, I will pay. Okay.
行，你喝咖啡。啊，这是一家西班牙的朝阳咖啡 ，American 的话，美式咖啡。我们来到管两的村子口，这个行动咖啡馆。Good morning. Look at me. It's good. You are in a good shape. I'm telling you, boss. Yeah, you look very great. but sorry, I forgot your name. Tristan. A Christian. No, Tristan. Tris. Yeah. Christian. Tristan. Tristan. Yeah. Okay, you look a lot better. I don't talk it about your name. Okay. You know, I mean it. You look better. Hallelujah. Your super breakfast. Todo el día, todo el día, todo el día. 我今天是这家咖啡馆的第一个客人。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今天就想到，就注意听到他们音乐开的。对，我觉得好棒哦。然后我们真的。Is everything all right? No, un poco herida. Oh, blisters. Herida por todo. Oh.Vidas y piedras en el camino. Buen camino. God bless you. Buen camino. Buen camino. Vamos. Vas a salir en la tele en Taiwán. No, en Taiwán. Cha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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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o.我第一个日本人，对，我们是碰到的。宫崎，可能宫崎，宫崎 ，Tokyo，Tokyo，Tokyo， 我还会讲讲中文的日本人。Your Chinese pronunciation is good。所以，我们今这次第十天。老师，帮我照一下，哎，你这个东西 ，Remember， Japanese。It's a Buen camino. Buen camino. Okay, buen camino. Buen camino. Wow, 这个值得拍照。离开狗啦，喵。看一下这个村子的出口，感觉他们很好呢，那个 view 都设计得很好。其实玉兰茶园也是像这么漂亮，它的设计感就没有这么好。啊，起来，起来，我来带我大姐。Hola, buen camino. Buen camino, amigos. Hasta pronto.太多条哎，强能力多，真是不得力。Go go go！ 太美了。Go go go！看嘛，眼前这个 ，Go Go Go， 太美了，无法想象的美。
朝圣之路就是要这样子，我们遇到真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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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个大地就像个画布一样啊，一块一块的。你看我们去西藏啊，一些北疆南疆也有这种画面的哈。好了，你阿盖来闯红地，北疆南疆行走。嗯，这是朝圣之路第十天的开始。十亿。背包客走的反方向，我大胆的猜测可能已经走过一段啊圣地亚哥之后再离开圣地亚哥，待会来跟他问问看，来查证是不是这样子的故事。So you finish your San Diego, right? You go home, I go home. Yes, you go home from San Diego, right? Yes. It's good. Revers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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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Back. I've been 5 times in Santiago. Good. Wow. So this time, you started your... In Leon. Leon. In August, in September, Santiago, Leon. Mm-hmm. And now Leon, Saint Paul. Saint Paul. Saint Paul.São Paulo. Ok. Ok. Bom viagem.女儿，骑脚踏车的有选择哈、哦。前面那个两个骑脚踏车的，后面还有几个骑脚踏车骑到这里有个选择，就是到底继续骑步道，还是切过去走那个公路哈、哦。前面有个公路叫 N120。哦，这是有选择，看样子他们要怎么选择呢？前面这块地正要春耕，正要春耕。啊，所以他们决定啊，切入公路。拼在一起。
都很漂亮啊。对对，都是卖品。今天早上这么漂亮的西班牙田野风光啊，一望无际的。这么美丽风光有个坏处，就是想要尿尿没地方尿啊，要野放哦，找不到地方野放，连一个去遮蔽的树木都不容易找，就像一个字，就像。来到今天第二个村庄啊，它的名字可能是 Rolo 第二个村庄。反正要三级啊，我来这个村庄找厕所。哎，那找厕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到村庄里面嘛，村庄里面就不能野放了。那村庄里面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坝。坝就是餐厅、酒吧啊，这用餐的坝、咖啡厅，这些都是坝。啊，那坝如果你没有消费的话，在这个朝圣之路上没有关系啊，就 may use your toilet 啊就可以了啊。It's nice meeting you again. Hi. 英雄所见略同，有默契。而且我好，我们 Thank you, our children. Argistan. Would you take that picture? Do I pronounce correct? Trijan. Trijan. Tristan. Tristan. Okay. You know, it looks a lot better. Yeah. 嗯，刚刚帮我拍照是 Tristan 啊，他来朝圣第三次了。第三，这个字我要念过。对 ，Tristan， 第三次。Thirty， 嗯 ，Thirty， 哦，那个真的是。对。那个站立。每一个村庄都这么漂亮。Buen camino。我看不出来。这个村庄就是 Rolo， 可能就是 Rolo， 不大会发音。Thank you， Hola。Buen camino。
Buen camino. Buen camino. Adiós. Thank you. Castilla-san. So, I'd like to know. There's a Castillo Gado. We're behind this Italian lady. She's already running water. Feet running water. So, we're going to introduce a word for water. In English, how do you say it? It's blisters.啊 ，blisters 就是冒泡，啊，起水泡，起水泡叫做 blisters。啊，不是 bubble， 是 blisters。啊，这个村庄非常小，再走两步就出去了。好小的村庄啊！啊，即使再小的村庄都有一个天主堂。啊，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。就跟台湾一样，我们在小的村庄都有一个土地公，都有一个游泳公，你看啊，多雄伟！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妹啊，是，这个做喷泉，这必须的，就构成西班牙的村庄，构成西班牙的乡下。今天第四个村庄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查一下，那叫 Victoria， 这个小小的庇护所就在前方。我在想右边这条线是捷径。我来到 Victoria 这个村庄，这个村庄也是小道不行。走了两步就出了村庄，但是这里有庇护所，好像两家。不行，马蹄小呢，弄马蹄。啊，当这只狗我在吃面包，那只狗看着我，巴望着我，我受不了。好吧。哎，吃很快。
还吃哦。来，拜拜。荒野中小镇的留下一句最深的观察，走法国之路呢，最困难的不是每一天的走路，而是怎么到法国的圣让圣乔彼得坡。到这个圣让是整个最难的。告示牌是左边到 Burgos 大城市，右边到 Locarno 大城市哦，都是通过这个地方的 N120 公路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沿路都没有合适的野望之处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前面我们贵妇们啊在跟大自然融合为一。好美的厕所。好，补给。对，上完厕所要吃点东西。现在10:30。距离我们下一个最后一个村庄巴拉雷多还要大概6.3公里，现在10:30了，哇，热起来了。来到今天第5个村庄，叫做维拉梅尔，来看看。然后大概在4公里去到今天最后一个村庄，叫做 Viloredo。 Hello Korean friend, nice to meet you. Mm-hmm. 看到这个韩国的妹妹，她还在走，啊，从昨天嘴白白的还在走，啊，非常非常励志，很棒。前面是澳洲来的朋友。我走得摇摇晃晃不容易，目标也是圣地亚哥。Do you want one or two? Oh, two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Very kind. Usually I have food with me, but today I'm going to enjoy it. You have probably only 4 kilometers left. Yeah, I can do it with this. So you have enough water? Yeah, I got water. That's good. Yeah.好啦，就这样子走出一个村子，朝圣之路哦，是这样子，从一个村子走过另外一个村子，我最后走到了圣地亚哥。
家也是经典哦，经典的庇护所。你看这个万国旗，那它同时也是一个旅馆。我七月份来再来住这家。进入这个北罗雷多这个村庄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村庄，然后现在到现在走了34000步啊，34000步，然后接近25K，接近25K，那现在时间是11:49，非常理想啊，中午左右就可以休息，就可以整顿身心灵啊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千万不要把自己给操坏了，操坏这个乐乐等哦。这个，哎，我们这次打算走33天了，住33个晚上啊、哦。啊，这800公里啊，这是800公里翻山越岭哦，不是平路啊、哦。今天每天大概的爬升都接近400-500，哎，除了第一天是爬升1300了、哦，啊，所以要看脚板赢。就 fear to noise。Even she feels so hungry. 对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就直接走入这个村落的核心。嗯，我已经飞到千里航线了。啊，我知影你要走捷径，对不对？嗯，Hello. Hola. After me. Follow me. Hola. Hola. 他们都在种电呢。是啊，种电是应该的。啊，这到巴拉雷多的中心广场，与它的教堂。等到了，目的地到今天，就在前方10公尺，真好，非常好。我今天的人性好。你看伊的门面是一点嘛，尔吼，你行入去足大。怎么感觉伤早了？点半。哈哈哈。这个。到啊。咱去吃饭吧。好啦，吃饭吃饭。我好在换鞋啊。Nada no name wa? Ah, okay. My name is Kaoru. Kaoru. Yeah. K-A-O-R-U. Kaoru. Kaoru. Ah, So-san. So-san. Okay. Hacho Puchin.
Queen Camino， 哦，大家都来了。没有自己买的，自己买。阿弟贝贝。He was near by somebody to hit. Yeah. Wow. 太神奇了。What? I'm so glad you found. 在上面，贴到睡姿上面。今天好早。Afternoon. 看你的奖，你要睡上面吗？